等他能遇到我的时候吧。全军出击！先学个 Q， 扣一下没扣着，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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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扣，闪现滑了点人，滑了死哥，他都不带闪现，还跟我一级对拼，那是肯定不行的啊。那瞒着这个弟弟英雄。回家了，先来把多兰剑吧，算了，他不配让我出多兰剑，长剑。划了60块。扣一下划了，恐惧哈巴溜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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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扣一下跑得快。月塔断兵线，一技能扣一下，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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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追呀，扣一下滑了，打眼儿，这么多兵线你都不要。他有点燃，小心点啊。溜了，不打了，我说停停，看有没有死，吃狗屎，没有没有，马上点燃，好，等个3秒钟2秒钟1秒钟，抠一下，滑了，一点盐，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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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恐惧，你有吗？好，是打皮。这把对面除了这瞒着，你不就想说让谁死吗？想让谁死谁就死。
寒冰，那咱就找寒冰；莉莉亚，那咱就找莉莉亚。随便。德莱文不行，那是俺们家的人，那怎么杀？划了，划了，害打，啊，害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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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头挺硬啊，吃个一层塔皮，然后我们去塔后断他。人呢？划了一，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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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大 ，QA， 再拆一波。莉莉亚来了，不能回家了。这老一惊一乍的，谢谢剑银桥的飞机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剑银桥啊。先来个血色之印，八级，八级不行，得九级。死了。现在只要我抠了这蛮子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他杀了。下路有点猛啊，这怎么干到二塔去了呢？抠一下，一下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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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滑了。闪现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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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抠一下，一下开大招，突一下，我们死了。我好恨啊！啊！为什么来了个齐亚娜呢？我寻思莉莉亚这么追的话，应该是有闪现，但她没有。瞒着可别生啊，瞒着生了我杀谁去，别生啊，别生，完了生了，这瞒着怎么抠不着呢？这人是有什么不被抠的技巧吗？
我来打个蛤蟆。我估计这莉莉亚呀，很有可能要去打蟹。咱先把这火蓝杀了。哎，这又空了，这个 Q 怎么能空了呢？Q 都能 Q 歪了。元素女皇寒冰射手咱们得杀一手啊。可爱。放心，今天的奇亚娜指定是走不了。但是我们先吃塔皮啊。真有钱呢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有点烦人呐。不过元素女皇没大了啊。他没大了我就好杀他了。嗯，这个火蓝。哎呦我双 buff。双 buff！漂亮双 buff， 走位，滑了，还差个寒冰啊，要杀一回寒冰。还瞒着呢，厕所回城。抽一下，哇哦。跑的是真快，但是你能有闪现跑的快吗？我还得杀一次寒冰。我们的这个终极猎人才能有 CD， 才能减5%的 CD。元素女皇挺猖狂啊啊！你挺猖狂啊！那莉莉亚盯什么玩意儿了？我又没飞你。哎呦我谢谢巴纳托的爱心火箭，谢谢巴纳托，谢谢巴纳托啊，感谢巴纳托。我以为巴纳托再也不来了，没想到啊。
霍纳同学来送火箭了。咱这是就是咋的？哎呀，鼠标飞了。没想到你还敢来，怎么说话呢？巴纳偷22级粉丝牌，是给俺们白送的吗？我还差一个月印之风。这个齐亚娜今天我们必杀他。现在我们见到第一眼寒冰先杀啊，然后再去杀那齐亚娜。好，先把寒冰杀。杀完以后我们这个冷却时间呀就缩短了，然后再开始杀的齐亚娜。我来中了，够他扣一下 W1A。先去打个红去，这个齐亚娜我们可以在这等他一下。你我的 Q 是不是空了？我是空 Q 了吗？好像是空 Q 了。没放，我放了，我放 Q 了，但是 Q 空了。这个齐亚娜确实挺猛啊，确实挺猛。哎，那没办法了，只能上寒冰了。别人也杀不了，算了，他们杀吧，我不上了。我都没想到我能把他抠死，先把中路拆了。这个齐亚娜旁边没有元素，他正好把 Q 用了。哎呦，他这么猛吗？打不着，打不着，没人出来。
给我定了。不行，下步我还得再来一波，我不服，我必须得打死他。我们还有下波呢，我们报仇不怕晚啊。咱俩指定没完，小伙子，今天指定不能让你好了。是指定不能让他好过了。我真心打不过他，你别着急，打不打得过呀？那得看技能摁没摁出来，那得看怎么放技能。别弹他俩啊 ！EA， 这家伙，居然闪现 Q 了。出个大青雨，一会儿出个塞维尔达的怨恨，我们需要有穿甲。哇！给我冲，兄弟，别怕，他敢杀你，我敢杀他，别给我害怕，听见没？别害怕，给我往前冲，给我往前冲！今天齐亚娜指定是不好使，闪现划了划了，给我杀，我五杀了。拿下吧。